诸位，没想到我们第十兵团竟然出了如此谋逆大案，简直令人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啊！不过，好在首逆唐思远已经伏诛，所有的叛徒都落入了法网。事实证明了，楚军的弟兄们绝大多数还是忠于党国的，特别是我们。 廖军长在危难之际能够坚定立场，力拒宵小的拉拢，在这次评判行动中视为中流砥柱，堪称军人典范。那下面呢，宣读一份国防部。 何抗军令长，都坐下吧，坐。第八军军长廖杰，忠诚党国，屡立战功，擢晋升第十兵团代司令长官。 督率兵团各部，肃解衡州之围。廖长官，这兵团上下，原也只有您威望肃诛，这个位子本该就是您的呀。不敢当。 我只是第八军的军长，廖长官心存顾虑。也是，兵团刚刚出了这么大的事，突然间就把千斤的重担要压在你的身上，就算有些顾虑也不奇怪。千爵，我有几句话，或许可以解您心中块累，不知廖长官想不想？ 请教。上峰既然电令廖军长接替唐思远，就说明了上峰对您是足够信任，绝对不会参与谋逆之事，也证明了上峰对楚军上下的将士信任有加，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和那些叛徒同流合污。 这是其一，还有其二，我就要说到咱们远在松江的秦老帅。钱参谋，老帅下野多年，楚军之事，不宜将老人家拖下水吧？廖军长误会了，不是钱爵要打扰秦老帅的清静。 是唐思远殷千素这些党国的叛逆，是他们知道拉拢不了廖军长啊，所以就把坏主意打到了秦老帅身上。在这儿，我还要跟您报告一下，咱们的秦老帅虽然牙暗自高，脾气不太好，早年跟领袖还有些小芥蒂，但是他老人家。 能够忠于信仰，大节不亏。据松江方面可靠的消息，这一次，秦老帅面对阴逆唐贼的百般拉拢利诱，老帅大义凛然呐，当面面斥殷千素，说楚军的传统是宁可战死。
绝不投降。又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兵，里面没有一个是能投降的软骨头。一番大义凛然呐、啊，说的殷千素满脸羞愧，铩羽而归。老帅的骨头自然是最硬的，当然了，要不然也不会逼得唐思远狗急跳墙，想对第八军动手，对吧？廖长官，秦老帅高山仰止，榜样在前，您跟他的交情非浅，想必也能见贤思齐，不要让他老人家把您看扁了吧。我有条件。讲，什么条件？共军先头部队的后边跟着几十万的主力，被避袭锋芒，我兵团原本可以南撤的，此时被迫救援衡州，亦属火中取栗。此战之后如果再不立刻撤退，全兵团不免力遭灭顶之灾。放心，廖长官心系弟兄们的安危，这一点上峰早有体恤。随着这一份任命书，还有一份军令。国防部华中剿总电文：第十兵团解除衡州之围后，即着廖代司令长官率部首先南撤。这下您放心了吧？兵团战士，火速支援衡州！进来。司令员，第十兵团出动了。轮多少部队？刚交上火，具体的还不清楚。我们的攻城进展呢？正在组织爆破，但是城上的敌人守得很死，要想炸开城墙，一时半会儿还办不到。命令先头部队派出所有的预备队，给我顶住东面的敌人，同时尽快地查明第十兵团进攻部队的番号和规模。是。查清楚了，这东面进攻的敌人就是第十兵团第八军的35师合镇帮部，我军现在伤亡很大呀，而且前沿阵地也丢失殆尽。另外，这第八军其他两个师也正在向我前沿纵队的两翼迂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我们的两翼。现在我前沿纵队是腹背受敌，亟待救援呀。伤亡情况怎么样？
接近三千，哎，司令员，您看这样，我主攻部队离衡州最近的也就几十公里，我们是否可以下令让他们放弃所有的重装备，急行军，争取。电告先头纵队，放弃原来的攻城计划，立即撤退。撤撤。司令员，自从我军过江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如果这次撤了。 那我们就彻底栽了。不撤，栽得更狠。廖杰的第八军担任主攻，加上其他几个师，第十军拼上老本跟我们干上了。十几万的敌军两面夹击，先头纵队再不撤，那不止损失三千，三万人也得给人家包了饺子。赶紧下令。 是。这古人云啊，胜不骄，败不馁。这一路上，我们胜仗打得太多了，这一仗，我们确实心存侥幸了。 胜母骄，岂有败在内？命令各兵团主力，全速前进，36小时之内要重新合围衡州城。第10兵团，再进高地。 就是说，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保护不力，致使殷先生遇害，直接导致第10兵团参战，给前线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也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导致战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待于调查。但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对于这次重大的责任事故，我本人会向中央军委自行处分，公安局、侦查组也一定会受到相应的调查处分。具体处理的结果，要等到市政府调查之后再做出决定。但是，我得提醒你做好思想准备，啊，你这个局长职位。 恐怕是保不住了。如果仅仅是撤职，那已经是从轻了。无论组织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绝对服从。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请求对专案组的负责组织网开一面。毕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城市。 反暗杀这样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全新战场上，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个责任在我，在我这个局长，不在他们。
特别是殷先生的遇害，对整个专案组的全体同志打击够大，也够难过的了。即使为了保护同志们的积极性，他们也不应该再受到打击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会尽量的为他们去争取。但是你要清楚，这毕竟是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处分那是难免的。无论责任怎么划分，处理有多重，在处理决定下来之前，我希望每个同志都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破好案。这一点请您放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尽心尽责的。好啊，另外还有苏文谦有下落了吗？还没有，专案组还在找。让专案组的同志尽快找到苏文谦。是，保证完成任务。醒醒！来了，给你买了早饭，回去歇着吧。爹，老。没有什么发现，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情。毕竟。苏文谦那么精明，也会预料到金子淑母女是我们现在的重点监控对象，不会那么轻易现身的。我知道，想要通过这个途径找到他，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李局长的，只有12个小时，现在已经超过几个小时了，我要去签发那份通缉令了。能不能再过几个小时？再给你几个小时，你保证能找到苏文谦。我觉得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可是葬礼上都是我们的人啊，几十双眼睛都认识他。他来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他要来葬礼送殷先生最后一程，哎，你凭什么认为他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凭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木雕小鱼是杨志亮牺牲以后，苏文谦亲手挂在他的坟上的。在那之后整整3年，他都一直内疚，直到现在，他都控制不了他那发抖的右手。那天我跟他聊过以后，我发现他又开始雕刻新的小鱼，因为过几天就是杨志亮的3周年忌日，他在为了给他扫墓而做准备。我知道苏文谦是一个懂得内疚的人，但不一样，不一样。毕竟杨志亮同志是直接牺牲在他枪口下的，可是殷先生那是水母动手。殷先生的死
跟他的事务有直接的关系。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责心理的人，肯定会感到很内疚，而且他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发泄。所以你认为他会来参加殷先生的葬礼，就算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送殷先生最后一程？哎，你是不是把苏文谦想得太理想化了？你跟他打了4天的交道，你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老师，您接好了。1000块。哎，是方校长吗？我是子舒。今天上午我跟小雪要请一下假，有位师兄去世了，今天出殡，我们要去参加葬礼。那麻烦您了，哎，方老板，谢谢啊。哎，别客气，秦老师您慢走。现在是8:10，殷先生的葬礼10点钟举行，我现在就回去布置抓捕任务。但是我要你记住，在殷先生的葬礼结束以前，要是还找不到苏文谦，我就必须要签发那份通缉令了。주소지하나됐을까많이하지마스까이하즈됐어열시가네가시마스人都来齐了哈，先等我一下。李秘书，来一下。有件事情啊，要跟你请教一下。今天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来宾，大概有多少人？这个嘛，殷先生的家人都在国外，他自己生性恬淡，平常呢又不大喜欢跟人交往。不过他毕竟长期担任比较高的职务，另外因为爱好摄影，跟艺术界的人多少还是有些来往的。我估计一会儿能出席葬礼的社会各界人士，得有近百人吧。你说的这个近百人是进到殷家大门内的，那外面的呢？那可就不好说了。殷先生过去一直担任救济署署长，又关怀民生，平常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儿。尤其是最近，在人民政府任职后，又刚刚解决了松江粮荒。他去世的消息，现在已经公布出去了。一会儿会不会有人自发前来送葬，这就很难估计了。啊，当然，即使有，毕竟是自发，我想，有这个心的普通市民总不可能太多吧？你说的这总不可能太多，到底是多少？10人？100人？几百人？
几百人倒不至于，这个我还真说不死。那好吧，我们就先预估为外面的人应该是100多人，这样可以吗？林秘书，麻烦您来一下。曹处长，不好意思，我先过去一下，您有事再喊我。你先忙。哎，我先过去了。处长，您刚才说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到底啥任务啊？任务就是今天殷先生的葬礼，抓捕苏文谦。我们这么多人都认识苏文谦，他要真想来参加葬礼，只能趁着人多混进来了。说的没错，所以初步判断，应该是在殷先生的葬礼举行之前，那个时候来宾的密度是最大的，在殷家内可能会有几百人，外面有可能会有上千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混进一个人来，应该是最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当初在码头，我还见过那个女杀手，苏文谦给她刻的像也下发到全组了。可在火车站，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我们都没认出她。这还只是水母的徒弟，苏文谦的伪装能力可能更强。如果她真的化了妆，混到来宾里，我还真不敢确定我能第一眼认出她。我倒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的右手手掌伤口应该就在右手的虎口这儿，大概是这个形状。如果能看到每个来宾的右手，那当然是很好辨认的。所以我们会在一开始葬礼开始之前，在大门设立一个发放点，负责向来宾发放白花和黑纱，就设在殷家大门的右手边。而且我们还要设立一个障碍，让每位来的人都要伸出右手去接白花和黑纱。你们要注意，这个时候你们要仔细辨认，看这个人的手上有没有伤。现在还不到戴手套的季节，如果遇到戴手套的或者故意拧过身子用左手去接白花和黑纱的人，那这个人就是我们重点要辨认的目标。进来的来宾解决了，可万一苏文谦不进来，只是远远的送殷先生呢？刚才林秘书也说了，自发来的群众可能会有上百人。是啊，要说苏教官非要从我们眼皮底下混进来，这也太危险了。哪怕他再想送殷先生，藏在外面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一点？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加派人手在外面的人群中搜索。另外，老三大谷秀才，就要看你们三个人的本事了。组长。俺们啥任务啊？你们三个要在殷家附近的制高点进行观察，观察殷家大门外的所有环境，用你们的狙击镜，如果他苏文谦到了，要尽快的找到他在人群中什么位置。另外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单独来完成。组长，什么任务？刚才贺飞打电话过来说，秦子舒母女已经跟学校请了假。他们应该是来参加殷先生葬礼的。如果苏文谦来了，在这个环境里看到这母女二人，他应该忍不住想要过去和秦子舒母女说上几句。当然了，贺飞他们都是男同志，人很多的场合不会跟他们靠得很近。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贴身监视他们，把他们私底下接触的人都查一遍。很好。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监控安排就是这样，大家伙记住，一旦发现苏文谦，事先预警，所有人迅速包抄，马上抓捕。还有意见吗？有意见说。组长，里边人好说，有咱们守着。如果在外边呢，他跑了怎么办？对呀，组长，到时候群众那么多，苏教官身手又那么好，想逮他可不容易。所以才派你们三个人占据殷家周围的制高点啊。
组长，你是说，如果他要是跑，我们还真朝苏教官开枪啊？组长，要俺说，苏教官要是真能来送殷先生，更能证明人家仗义，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人。本来就不是。我不管什么办案程序，在真相查明之前，我个人绝对不允许把苏文谦当敌人对待。相反，如果还有一点的可能性，一号专案组绝不可以放弃苏文谦。我同意副组长的意见。我也同意。俺也同意。我同意。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拿着。拿着。保护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那是办案的原则之一。外边那么多群众呢，万一失手怎么办？组长，以他们三个人的枪法，应该不可能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群众生命无小事，我问你，万一失误了怎么办？闹情绪，你们仨给我听着，如果发现了苏文谦，首先做到的是用步话机报告，在确保无辜群众的生命100%不会被伤害的时候，才能瞄准目标。至于怎么做才是100%，你们自己掌握。是，可以了吗？所有人听好了，分头准备吧。是。师傅，方信甫的电话听上去火气不小啊。说什么？还是想问一下第二阶段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不是说了吗？让他11:30来开会，我自然会说的。怎么？到底是你想知道还是他想知道？师傅，连任务具体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几个心里确实没底儿，请师傅明示。都说了是第二阶段，有没有还不一定啊。哎呀，至于到底有没有，
等到殷千素的葬礼，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化粧が終わりました。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まだ可愛いでおりません。少し日付の前に立たせてください。他说妆化的结不太牢固，他要守着直到开棺为止。麻烦他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て。招呼进来吧。一会儿大家还要执行任务，我们先跟殷先生告个别吧。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开始行动吧。
怎么了？您去外面看一下吧。你进去问一下，林秘书准备的怎么样了？雕刻着宝剑，战斗的右手道别昨天，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胆草汹涌的平淡，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相识不语，一生万语千言，答案背后的答案，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结局总会峰回路转。心中